勉强打，今天晚上肯定打不好。哎，这个先知直接就跑二楼去了，太好了。哦，你牛逼，兄弟！哇，你是真牛逼！要我这刀短了，要不然就死了。我下个误认好他死。啊！啊，误认抬手太慢了。秒就把我精神骗出来，然后二楼不修了，那就说明二楼刚刚是前锋或者空军，然后空军要来过来修了。往右走位，撞我，对，哎，撞我，哎，过半了。不好意思，撞我就他妈对了。走位，走位。过来挑逗我一波，这个空军过来翻窗加速，还挑逗，还搞我一波。哎呦，朋友，难受啊！哈哈，再快的球也救不回他想飞天的心呢，兄弟。两个人又在摸了，真就疯狂摸呗。这块去医院的板给他踩了就行，算了，两块板都踩了。你们别想救了。没用，那也没用，花里胡哨。
往你们下跑。有个护臂，可以。牛逼。哎，这个前锋怎么不起来的前锋？起不起来？你非要得看他倒了才起来是吧？嘿嘿，就很烦，这两个人。觉得不好，这样都没了呀。大门吗？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前几周加速啊，感觉贼慢，不管，没回过来，还弹电机，还在弹，哇，这个人，可能不是他救，这边那个救。来了吗？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强行要双倒呗。他会卡位的。起来的不是很快，我就把这游戏。空军如果起来的很快的话，我上去之前他起来的话就麻烦了。Nice， 走位。没有。
啊，让他偷。反正这波偷了，我就打那个先知，我也不打别人。该谁挡你跟谁挡，挡挡挡挡挡。我挂人去，我不贪。稳定，他摸，把人摸起来了，不行，有点快，有点小快，算了，回去，三个人在一起，把空军放倒。点小精准，哎，我怎么感觉我整个人有点飘移了？应该走了，就是。反正我赌一把，如果他走了血赚，没走血亏。哎，妙啊，哈哈，妙。妙啊。敢跳。哎，我等一下。好的。起不来。等他一下，让他不能用喉。他刚刚肯定在狂按他的喉，然后再给他一个这个机械距离，然后让他翻窗，翻窗的一瞬间。